介紹一個咖喱炆豆皮。首先我爆一爆蒜頭龍薑，爆一爆醬，再爆一爆啲海味，跟住落料酒。落啲海鮮醬啦，兜勻佢，俾水落去炆，跟住落啲海鮮醬啦，兜勻佢，俾水落去炆。炆一個鐘之後，40分鐘或者就將嗰啲咖喱醬啦、紅椒啦就一齊落去，再撈勻佢。